大家好，我是机缘哥，一个被吐槽只会讲奥特曼的人。今天我模仿的是哪位奥特曼呢？你猜到了吗？我们讲过迪迦、盖亚、战白石，那平成三杰的最后一位戴拿，今天我们来一起说说吧。第一次战败，戴拿的第一次失利是在南极对上龙虾怪雷修巴斯的时候。身高65米的雷修巴斯呢，看起来是那么的美味。为什么你们要在南极打呢？要是在中国的话，或许雷修巴斯就不会挂了。把你圈养起来，不就有很多很多的龙虾肉可以吃了吗？利用了大部分奥特曼都怕冷的这个弱点呢，直接把戴拿给冰冻了起来。后来队长的诱导攻击成功，解救了戴拿。但是此时的戴拿已经亮起了红灯，体力消耗殆尽的戴拿依然不是人家的对手。最后还是充完电呢，才打败了怪兽。第二次战败，乔莫斯还真的是第一只彻底打败戴拿的怪兽。虽然看起来啊这个形象不怎么厉害，但是怪不可貌相，人家还是很有实力的。戴拿的利波流姆光波对他没有效果，从他身体上发出的电磁波集中起来的力量比戴拿的索尔杰特光线更强，打的戴拿那是不要不要的。最后一个冲刺直接把戴拿撞飞，消失在我们的面前。第三次战败，在剧场版星光战士中，戴拿也有惨败过。面对莫奈拉星人改造的机器人戴斯法萨，戴拿刚出场呢就完全处于下风。戴拿的数据早就被人家分析个遍，闪亮型的拳头打在他的身上不痛不痒的，袭击型的敏捷动作也很快被人看破。在最后对手放大招的阶段呢，想起了梦中的自己被消灭的场景，于是心生胆怯而逃走。在第二次的战斗中，戴拿成功的克服了内心中的恐惧，强壮型的戴拿成功的打败了戴斯法萨。就在大家以为戴拿成功的打败对手时呢，莫奈拉女王登场了，用触角先是弹住了戴拿，然后把戴拿吸入了自己的腹中，使用了频繁的高压电，最终成功使戴拿失去全部能量而死。好了，你还知道哪些戴拿的战败剧情呢？赶紧留言告诉我们吧。上期答案是泰罗的斯特利姆光线，你有猜到吗？我是机缘哥，一个被吐槽只会讲奥特曼的人，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